对不起。那我在里面，坐在那边听很多的很厉害的歌手唱歌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享受，但是不要网络霸凌我哦，谢谢，好吗？我废话真的很多，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很少讲话，但是这个新的尝试也是训练我这个能力，就是讲一些无聊的事情分享给你们。今天真的不太适合讲太多话，因为雨真的越下越大，真的再一次辛苦你们了，然后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平安健康回到家。这首歌叫《过渡期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Shut up.
Thank you.